You and I.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在520说的话？520，不一定说，就是一定要说。说情话，你也可以说一些想说的话，然后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。520，看来是有的，他在准备。那我们来听一听杨洋到底想说什么呢？520，520快乐，好不好？520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快乐的爱。OK，520快乐。然后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游戏呢叫做 Do you love 什么什么什么？我就说，比如说我问你 Do you love， 你就要必须说 Yes I do， 然后夸赞。那我来问了啊，是我准备的，不要紧张，放松放松。520嘛，又不是家长会。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看西西是一个一点就通的小机灵鬼。OK， Do you love me？ Yes， Yes I do。Yes， OK， 夸吧，夸谁？夸我啊！ OK OK， 我是一个非常帅气，然后非常性感，然后脑子也非常性感的一个人，然后身高也在线，颜值也在线，皮肤也白的无话可说。今年的照片很好看，谢谢。OK， 这些表面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，好吧，我就不想再评论，好吧。这种事实也可以。我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来说一下，我来说一下西西潜在性的一些大家没有发现的一些美。西西是一个非常细腻，特别会在乎彼此之间的感受的一个人，所以。谁跟西西做朋友，我相信这是件非常喜快乐的事情。你看看我对你的了解。OK， 那520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说的话？祝娜娜们520快乐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同时，每天都想成品。哇，哎，好，一二三。Do you love? 乐不上。这个人头。我问一下乐不上。你必须爱他。你必须要回答 yes。为什么？夸他一下。因为他白。因为他皮肤光滑，皮肤光滑。就像你的皮肤一样白，对吧？我的皮肤既白净又光滑。哇哦，好黑哦。鬼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玩手机。哇哦，你怎么这么白？白吗？我的白不是就是本来就很白吗？干嘛？累吗？没好。困不困？不困。晚上回去吃东西吗？今天？晚上不是说回去说吃火锅吗？是吗？是啊、但是我不吃，我要吃阿姨做的饭。你爱这个甲板吗？在大城，等一下，你要先回答 yes or no。Do you love 这个甲板 ？I like this 这个甲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有回忆，在大厂的回忆。在大厂帮我夹头发的回忆是吧？这不止跟你有，还跟很多人夹过头发。姚明明呢？明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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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 Hello， 问你一个事儿，你喜欢这个吗？什么？这个窗帘，你喜欢这个窗帘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大很高，然后遮光效果一定很好，我觉得蛮实用的，可靠。哇！有喵喵，有喵喵，明明明明。问你一个事儿啊？问你一个事情啊？你喜欢这个电风扇吗？我可以拿回去吗？这个？你喜欢这个电风扇吗？喜欢呀。好看。
是我见过最大的电动车，就很好，他长得很帅，其实。哦，好的，然后你自己镜头比个心跳。拜拜。